要扒窗户，你知不知道？18楼这么高。窗户，他只是扒窗户而已，那窗户他又打不开。他不窗户打开的问题是。别人楼上的业主通过手机录像，你的女儿站在窗户旁边在扒这个窗户，那个窗户已经打开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把那个锁敲了，好吧？你的妹子，你要是怎么办？你回来再修，反正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生命怎么样？孩子，你这个锁怎么样？他回来换把锁。马上好了。哎，马上开门了。他怎么会有这么大力啊？他平时他都开不了那个窗子的。我知道是吧？啊，就这你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。谢谢你，好吧。我想感谢你们，要不然后面真的我没了这个女儿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